经过30分钟蒸煮后，我们将无装置的蒸笼打开，查看里面的滴水现象。我们再用卫生纸覆盖上面，查看滴水现象。经过30分钟蒸煮后，我们将查看有装置内的滴水现状况。然后我们将卫生纸放在上面后，看是否有滴水。哎，我问你哦，知道蒸东西的主要器具是什么？蒸笼啊，而且蒸笼跟一般的还有竹子的蒸笼。可是那些煮起来不是成品不好看吗？一般的蒸笼蒸东西的时候要有蒸笼，竹子的蒸笼虽然会吸水，但是只要没有晒干就容易发霉，谁敢吃啊？你看，就像这一张馒头的图片，虽然都跌得烂烂的，看起来就很难吃。这样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让馒头看起来更好吃、更美观吗？当然有啊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它小小的。为什么？它的优点在于低成本、实用性高，而且只需要简易的安装就可以了。我先安装给你看。这么快就装好了，那我怎么知道它的实用性呢？我们会使用一些简易的实验来证明它的实用性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进行测试吧。你看这些效果，有装置的表面光滑，无水滴痕，看起来就很漂亮，很好吃。而无装置的上面全部滴的都是，看起来就是觉得很难吃。所以我加装我们的装置，可以大大改善蒸煮的状况。